你还缺女朋友吗？顾云哲，我后悔了，我大错特错，求你了，不要有事。各部门请注意，各部门请注意，医院已被大楼与多轮相杀，经专家评估，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，即日起解除封控。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我骗你的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也不是不后悔。只是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一天。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。从第一次见到你，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。直到我们家拉卡要重逢，想见你，但是我不敢见你。因为我害怕我的秘密被发现，像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品，我怎么配得上你呢？但是如果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，我一定会勇敢一点。别离开我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让我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只要你可以回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说话算数。已经解封了，你没收到通知吗？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？维安，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。原谅我太过于依赖最久的拥抱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戴着眼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擦眼泪。你没事就好。顾云哲，你还缺女朋友吗？有病的那一种。薇安，以后不许再离开了。